官员哈。最近呢纷纷扰扰，好多事情落在我们杨署长的身上哈。你本来是一个健保专家，结果现在搞到 H1N1，现在搞到中草药，通通都要你重新来学习哈。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关于疫苗的部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我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以后，代选民呐、代民众啊，再向你请益一下，好不好？你应该要向我们的社会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说明啊，给你一个机会。是，就是关于我们现在所有的疫苗，国光的也好，诺华的也好，我们分别买到了多少的量，到目前为止。好，这个。诺华是500万剂，但是500万剂都进来了吗？啊，还没有。对啊，我说你到现在买到多少的量嘛？我这个可能要问这个疾病管制局啊，还是要问疾管局上？是，因为他这个每一天不一样，所以我没办法记起来。所以现在民众不知道啊，现在都在问，我要打诺华的，我要打诺华，但是打不到，他一定要我们打国光的，就引起了老百姓的这个心理的质疑嘛？不是，报告委员，因为啊。我们从这个所有的资料显示，他们是效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民众要来选择的话，对，那就会乱掉。所以我们哪一批到了就送到哪里去，那里就打那些疫苗。那么署长，那因为只有很多民众都会问我打的，我到底是诺华的还是国光的？那我一定要打诺华的。那你们怎么选择？到底哪一批是要送到诺华的？我都要送到哪里去？如果这样选的话，那我们整个的防疫啊就会乱掉。所以我知道了，开始就这样报告，而且只有这个6个月以上、1岁以下打的是诺华，因为这个国光的防疫、对，你这话很重要，你这是给幼儿打诺华，对，是吗？对。那其他的已经其他年龄以上的，我们通通要打国光的。没有，其他的货一批一批到，那什么时候到哪里就是打那个。如果他一定要选择哪一个，那到了那里他就去问，他可以先问，然后就去等。但是我们不希望民众这么做，所以这样做就会乱掉。OK， 是。所以你要把一些话讲个清楚，我们已经讲过是让民众施打之前呢、对，要知道，对不对？他们知道又何妨呢？反正一样的药剂，而且你们讲说这个不管是诺华的、国光的，而且我一样好嘛。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做了这个民意调查。70%的民众呢都说哪一种他都无所谓，那有11%的他说他一定要打国光，有12%的说一定要打诺华。所以因为基于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好，货到了那到哪里去就哪里去。因为如果一选择的话，那我们这个防疫呢就很难做了那因为我们也是为什么有这个两种呢，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各国都没有疫苗，那我们呢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我现在报告一下，到12月13日，诺华到80万，八十万剂到650万剂，国光有650万剂到货，哎，对，所以现在还差不多700多万剂而已嘛。对，用到今天用了大概多少的？大概300多万到400万人。就有足够的储量，所以绝对足够。所以请委员帮忙一起呼吁民众尽快去接种。但是呢也是自由的选择，他可以接受说我有的民众说我不打，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打。地方的话除了卫生所打，其他的诊所都容易得到这个。对，现在是有2500个点在施打。比较远的、比较偏远的地方呢都有，所有的卫生所都有。对，除了卫生所，一般的诊所也都有药剂可以打，大部分都有。但是一般的诊所在都会区的，他有的没有接受合约，他说我平常工作就很忙了，所以我们的点呢、是应该是够的，2000，所以我们才这个礼拜六啊一次就打了超过50万剂哦，这个也是医界的帮忙，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接种。我想廖委员你是医师嘛，你也知道我们要打造这样子也是谢谢大家的帮忙，也是民众的支持。地方的卫生所应该直接被派出到各个社区各个部落去施打。是那个这个也不是完全每个地方都可以去比方说有些大卖场它有一定的空间，那委员都很清楚嘛，打完了以后要做个10几20分钟你这个都会去不要跟我讲，你这整乡下地区呢？对整个一定要有一定的地方，卫生所没有问题嘛，有卫生室嘛是卫生室都有在打，那一定有一定的空间住料打完它要稍微停个15、20分钟、30分钟嘛，所以要有一定的空间，那有这个空间的都在打
哦，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到一天可以达到50万剂嘛。哦，我想 ，OK， 你也是专家，这真的是不容易。这样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社会比较多认识一点。我要请那个中药委员会的，好，谢谢。黄主委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中药的这个品质的管控哈，品质的管控。在你的报告的后半段呢，我也刚刚在很注意在听，你刚刚来，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也想做，但是还没开始做啊，这样的一个急迫的一个心态。那刚刚我记得黄委员有特别提到，希望你在半年之内啊，能够有所成果。其实我们在过去啊，从林芳玉署长到叶金川署长，我们都分别提了多次的委员会的主决议，要求你们啊定出一个标准品，定出一个检验的标准程序，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些旧的这个主决议啊再重新拿出来，好好研议一下，督促啊你中药委员会，包括药政署，包括1月1号即将成立的 TFDA。赶紧就这个部分呢，给民众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否则的话，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沿用旧的所谓的行政程序，所谓的行政裁量啊，在处理这个药品的管理啊，这是非常令我们担心的啊。你们在这个依据药事法第六条啊，这个23款啊，那边当然也给你们授权，但是我们觉得权限太大。我们就是要求你们依据现代科技，依据现代的这个立法的这个精神呢、啊，好好定出一个标准品嘛。你有一个标准品啊，做出来以后，依据这个标准的程序检验，结果大家都可以信服，否则不会像现在动辄处罚啊，甚至啊有人这个入狱服刑，他们非常冤枉啊，诸位。报告委员，哎。我觉得委员这个建议，我完全理想，完全同意，这也是我的理想。不要看我现在，看我未来的半年，我给委员一个满意的答案，好不好？这是我的 promise。Okay， 我们就希望你这个所谓的半年，就下个会期之前呢、啊，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不单单是为了民众的健康在把关，重要的是产业的发展要依据你们的这个执法或者是这个政策。来发展出他们的这个有利的方向，否则我们的产业现在可能会被你们压迫到萎缩，或会萎缩起来。那现在我特别要提醒几件事情啊，跟主委请益，就是关于类原物啊，这个我问了很多的委员，我现在正在联署要求啊，你们要就所谓的类原物啊讲个清楚说明白啊，什么叫类原物，没有一个委员能够很清楚的了解知道什么叫做类原物啊。你们法里面政策的这个白皮书里面也没有提到什么类原物，我就问你什么叫类原物，讲个清楚简单说看看。好，谢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哈。类原物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东，他认为说甲药跟乙药会产生另外一个丙药，产生甲跟乙加起来会产生另外一个丙，这个丙也许很像其中一种药物，比如说我最简单，比如说我买一个壮阳的药，那里面也许是假设是加了一个人参，或是加一个当归，然后产生一个像威尔刚的东西。他说：“哎，这个威尔刚不是我添加的，是因为人参加当归就会产生威尔刚。”我个人是采保留的态度了，我不认为说有这么棒的效果。说我如果说有这样的话，我建议那个药商是。在写的时候就应该说这个两个加起来可能会有这个东西，你不要给人家再误会，这样这就是劣源物。我的报告是这个劣源物，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不管是 A 加 B 的过程当中的产生啊，或者是这个第三就是有人故意添加都有可能会这样。我比如说我是比较私人的想法，这样就是说我一个药厂对不对，我说里面你上面写有人参有当不要用这样的，有 A 跟 B 的药，但是我里面验出来有 C 的药，也许是我添加了，可是它的辩驳方式就是说我不是添加了，我是因为 A 加 B
才会产生 C。 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话，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么棒 A 加 B 可以产生 C 的话，你必须要在那个标语里面写上说，我这个药里面可能因为有 A 加 B 的关系会产生 C 这种东西。如果这样讲的话，跟法律有没有抵触？哎，这跟法律是没有抵触的、啊。你的药品啊，你的药品的说明里面，按照你刚刚所写的，对，所讲的，我觉得这是没有这个续名以后就没有法律的问题吗？对啊，就没有抵触啊。那你真的说，你去做一个实验说，说你真的是，比如说 A 加 B， 你真的是会产生另外一个 C， 我觉得是怀疑。但是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个证明说，说你真的是 A 加 B 能够产生一个 C， 我们不能说。哎，你这两个不能加在一起放、啊、你讲到了这个业界的这个心痛，嘿，到底谁来举证说你是加了啊？对，谁来举证说哎你是添加物？谁来举证？是你官方举证还是叫业界举证啊？包伟，我也真的是搞不清楚，因为通常业界既然还不清楚，我们就不要再讲下去哈。现在我们最怕的这个中药啊，90%的药材几乎都是从大陆过来，对不对？95%，对啊，就是90%以上嘛，都是从大陆过来，所以我们跟大陆之间的这个检测的机构或者是认证的机构啊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次的江城会谈，有没有提到相关这个药品认证或者是安全食品安全认证的这个部分呢？包括我据我所知是没有。你不知道哈？哎，对，据你所知也没有嘛哈？对对对，所以这个认证的过程啊，这个程序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讲大陆，我们先讲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品跟认证检测的这个标准程序一定要做了，一定要做，事不宜迟哈、哦，这个不能再拖，好不好？报告委员，这个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Yeah, 那你特别提到源头管理，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95%的药材从大陆来这个部分，你要用更多的心思啊来思考。有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主委知不知道哈。根据 WHO 的这个一般的规范呢、啊，如果一个药品在50年之内没有什么任何负面的报道，它有一个快速通关的一个绿色通道，对不对？对，是有这样吗？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5000年的秘方里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是透过所谓的快速通关的程序啊，来取得它的合法的地位。那么那这些东西进来台湾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再做检测，还是就让它过来了？报告委员，这个药虽然五千年来他们没有注意到，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比如说红枣5000年来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新的科技发展，它可能也去给它加点硼砂，也去给它加点二氧化硫，这是5000年前人类不知道现在的人会这么坏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检测。所以像讲的责任越来越重了。对，我们希望很快能够看到你新的这个作为出来。谢谢。责任越来越重，头发可能会越来越少。